欢迎我们的第一位老师，邓典老师，来，邓典老师这边请。啊，邓典老师今天真的是从批发市场过来的，邓典老师不是一个人在来啊，来，还有一个人形立牌啊，邓典老师，以及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带的麻袋。哎，我们接下来出场是两个邓典老师。哎，老师们好，老师们好。哎呀，邓典老师这个走路带风，不善言辞，但是依然会为他神魂颠倒。老师们欢迎邓典老师。老师们好，老师们好。来看一下我们的媒体，中间的媒体，来摆个 pose， 摆个 pose。来左边的媒体，我们看一下。左边没有媒体，只有中间这一家媒体。谢谢。来，我们访问一下邓典老师，今天带来的礼物是什么呢？今天带来了人形立牌，希望我可以每时每刻都陪着大家一起。哎，所以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呢是，它是一个鱼形的抱枕，然后因为我平常自己私底下也喜欢养鱼。哦，养鱼。然后你喜欢养鱼？那个池塘里的那种。老师这样讲，这自己的新专辑的名字也跟鱼有关，叫做游。等会他一采访完，我就放音乐吧。好了，媒体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老师您这边请。谢谢老师。